乌班图19.10操作系统，大家看，这个是乌班图。现在给大家讲解的是乌班图操作系统如何安装腾讯视频。大家看，先打开，大家看这个乌班图界面，大家看这个就是我的界面，这个、就是全部软件，大家看里面非常丰富。这是第一页，大家看，大阪实现啊，工具里面也有很多软件，大家看磁盘使用情况、备份啊什么的。但大家看，还有计算器啊什么的，非常丰富。大家找到火狐浏览器，它默认的火狐浏览器，然后打开腾讯视频，这个下载腾讯视频官方下载，腾讯视频官方下载，然后选择左边找到 Linux，然后大家点击下载，大家看上面提示 RPM 和 DB， 而乌班图它是 DB 格式的。大家看乌班图是选择第二个，千万不要选择第一个，第一个没用的。大家点击一下，可能比较慢吧。大家看它这个腾讯视频现在就进入到这个下载界面，大家看，大家先左边 Apple 安卓什么很多程序的，还有小程序，大家看还有小程序，大家选择 Linux 操作系统，然后点击下载，大家一定要选择 DB 结尾的格式 DB， 大家看我已经选择好了，准备进行下载安装。您需要打开如何处理，第一选第一个就可以了，打开通过软件安装默认，点击确定，大家看点下载，它已经迅速进行下载了，才48兆，非常小的文件。可以了。它这个不行，通过软件商店好像也是无法。大家看进去，打开文件，不要选择打开文件，选择打开文件夹。哎，大家看进去了，这就是文件夹。大家看，它显示这个图标就是进入它这个磁盘目录。大家看，这就是乌班图这个磁盘目录。选择用其他程序打开，用软件安装。大家看，一定要找到软件安装这四个字儿。不要选择第一个归档管理器，用第二个软件安装。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，查看所有应用程序，一直找，一直往下翻，有很多软件，还有个运行软件，不要管它，还有个乌班图软件商店，这个也不要管，没用的。大家选择软件安装，然后点选择，点绿色的选择，它就自动进行安装了。稍等片刻。大家看，成功了，它只要跳转到这个界面就成功了。腾讯视频通用版 DB 格式，大家看下面写的是 DB 格式，然后网站专有软件许可协议是专有软件，大家看软件大小50兆，而源主要大家主要看一下这个源是不是结尾是不是 DB 的，如果是 DB 的就对了，乌班图就只认这个 DB 格式。然后大家点击安装，大家看，再次输入密码，大家看正在安装，它显示正在安装。它只要提示正在安装，就证明接近成功了。大家看
腾讯视频就很快安装进乌班图系统里面了。大家看它绿色写的是专有软件，已更新未知。还有那个主要看它的源，像乌班图啊、碟片儿和这个很多那个操作系统，它只看它的源，它格式是否正确。大家看它这个乌班图操作系统，也是它这个后台运行键也是这个键，大家看也是这个。这 Windows 标志这个键 ，Windows 标志按一下，大家看，它这个所有的后台程序全部都可以调出来，非常多后台程序。这个是桌面，这个是后台，后台这个网页都可以调出来。它不管是哪家操作系统，它这个微软这个标志，这就是后台运行的这个标志，非常有用，非常有用啊！大家看，这全部的软件非常好用。这个是低频 ，DEPIN 低频那个开机界面，低频，它这个操作系统是国产最优秀的一家，国产最优秀的一家，低频。国产操作系统这个界面非常漂亮，和苹果电脑几乎一模一样，大家看，和苹果电脑几乎一模一样。下面左边第一个是启动器，大家看。大家看，第一个是谷歌浏览器，它这个是默认的，用起来非常舒适，非常好。还有第二个WP 文件浏览器，还有 WPS 的文档延时。大家看，还有计算器字体安装，是还有腾讯视频也是我刚刚安装的，这个非常成功。大家看，腾讯视频。看看，成功了。它这个也是，如果按一下那个微软标志这个键，微软标徽这个键，就进入到这个主界面了，进入到应用界面了。大家看，点一下进入这个全部文件夹，不是全部程序，这么多程序呢。不过它这个国产。支持的软件非常丰富，大家看呢，后台关一下，这个就是软件商店，大家看，它这个软件商店支持的非常丰富，你不用去下载第三方的，它这个排行榜里面就有支持米聊、微信，大家看，有微信、迅雷、百度网盘、TIM、火狐浏览器、爱奇艺都有，腾讯 QQ。还有360浏览器，大家看，然后它有自己的软件商店，你不必要去它那个官方网页，还支持 Steam 网络游戏，大家看，还支持游戏呢。它这款操作系统非常丰富呀。Steam 大家看 ，Steam 游戏，大家看，还支持 Steam 呢。它这个国产 Linux 操作系统，大家看。下载的人还非常多，还支持米聊、微信都支持，啊，支持360浏览器。这边还有个下载排行榜，下载排行榜，微信就排在第一。大家看，它这个软件商店真的非常丰富，完全没必要跑去官方网站进行下载。不过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，那个第三方也有官方商店如何进行安装软件，非常重要。点腾讯，看还是这个腾讯视频，腾讯视频这个官网，大家看，腾讯视频这个下载这个官方页面，大家选择。第一个就是 Windows， 大家看 Windows Max， Windows Max Chrome 眼睛那什么，大家选 Linux，
操作系统 Linux， 然后大家看还是这个界面，还是这个熟悉的界面。然后大家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大家一定要选择第二个 DEB， 选择第二个 DEB， 第一个的话它会失败的，会提示失败，安装失败。因为这个 Debian 是基于 Win， 是基于乌班图进行二次改制的，进行二次改装的，所以说它没办法，所以说它还是支持 DEB 格式的。RPM 目前国内的操作系统是很少有支持的。大家看，点一下 DEB， 正在下载。大家看，它这个这下角正在下载。